好来，乡亲啊，咱也是来看一个啊，昨下晡伫个凯达格兰大道所举办的手道大游行，有5万人就街头。上主要的诉求就是反对三马金的美国猪来进口。总统府回应，执政团队会谦卑来倾听，会甲人民继续来沟通。反毒猪，反双标，反双标，反党国。2020年手道游行，今年真无同款，唔啦有大型这个粉红色鸡猪，佮有真正的活猪。反对有莱克多巴的美国猪肉进口是今年手道上个大声的诉求。国民党四月前后任的党主席朱立伦、江启臣、马英九、吴敦义拢有参加。我们不吃瘦肉精。江启臣讲会继续反对美国猪肉进口。3月25号以前，行政命令要在立法院闯关，拜托大家共同来阻挡，好不好？因为国民党嘛，和其他团体呛声，共同站出来，感谢各位好朋友。今日民众不满NCC无要和中天新闻台换照，连王中集团的董事长蔡英明嘛参加。昨下晡2点过，手道游行为总统府前的凯道出发，然后经过立法院甲行政院，毛行到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前，民众出来伫塞这个真悬的铁栏杆，甚至有人伫等鸡卵。总统府是回应讲，对着相关团体诉求，执政团队的谦卑聆听，卖甲人民继续沟通，和政府各项施政会使做了搁较好。马议员期待部分在野党会使伫立法院就事论事、理性的讨论，以对话代替对立，为国家利益甲人民的福祉共同打拼，强调谦卑甲人民沟通。蔡政府伫明年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前，想要降低民怨。